哥张国荣，因为真的就是受家人影响吧，从小特别喜欢看他的电影，而且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。我觉得善良的人就应该得到一些善良的结局，而不是像哥哥那样让我们都感觉到挺遗憾的。亲人吧，然后我爷爷啊，印象挺深的，小时候他就比较亲近的人吧，印象比较深。霍金啊，因为霍金比较厉害啊，他可以带领人类走上光明。我觉得是我太姥吧，因为我真的特别想他，对我特别好，就是他特别的善良，而且对我特别好，反正就是特别关照我呀，照顾我呀啥的。我奶奶吧，我奶奶其实对我挺好的，家里其实挺多，她挺多外孙的，但是特别挺我。那就复活张国荣吧，因为我之前看过他演的那个《霸王别姬》嘛，就觉得他演技也好，然后人品也好吧，各种都很好，所以如果要复活，想复活他。我想复活居里夫人吧，因为我觉得她对我们是生活的影响还是挺大的。